要睡觉了。快点出来啦！我都快睡着了。哦，那要看电影。来，赶快跳一个舞吧。那几首哎？第一句前面跳《江南 style》。那大家就看你跳。跳完了要收钱。每个人最后都去给你亲一下。哦，没有呀。好，我那个姐姐要保眼了。电影院好了吗？电影院。妈妈好了吗？等一下会不会像晋级的巨人？对呀，是电影啊。那是晋级的巨人。不是，这个是电影院啦。晋级的臭小孩，这是唱歌是神通来到的小小兵都会做那个。中来无人坐啊。